Hello，大家好，我们来 review 一下这个宝贝 bank。我在2月5号的时候呢，就是在这边的时候呢，我就是有分析这个宝贝 bank。那时候我的分析就是说，不要去接刀，而且呢，如果是跌破这条白色线呢，4.15块左右呢，这个要跑命。要走人，这样前一两天终于跌破了。今天虽然是青色蜡烛，但是它也是没有能力再次突破回这个它支撑的支撑，就这条线。它已经看到这边一大堆的套牢盘，全部人都是在亏钱的。之前过去差不多整一年的朋友呢。都是在亏钱，这个肯定就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喜呢，所以我说跌破这条线就要跑命，就是原因。现在怎么办呢？它好像又跌不下去哦。我跟你说，我还是觉得是时候要卖了啦，不要太过留恋它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现在呢，这个是套牢盘，它就算有能力再次涨上去。这些朋友之前没有卖到，现在肯定也会卖的呀，这肯定会卖的啊，因为太痛苦了，有这个损失太痛苦了，肯定是会卖的。赚钱不同，赚钱的话就全部人很舍得去守住，亏钱的话很多人很有这个损失的痛苦，他宁愿把它卖掉哈，莫安胎呀，OK？所以再次重申，已经跌破了。真的是要跑命，这些都是我的个人看法，并没有任何的买卖建议。你的钱你自己做主，谢谢大家。